就是材质比较特殊，用的是蛋壳，非常薄也非常脆，所以力度把握非常的关键，不能出现丝毫差错，不然就会前功尽弃。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镂空作品，叫龙凤呈祥，它是用鹅蛋做的。这类镂空作品的话比其他雕刻作品更难，我做这个作品也不是一次成功的，花了我很长的时间。